有没有一毛钱的人？有没有一毛钱？什么意思啦？要不我们中途玩玩成语接龙好了。行。嗯，谢谢啊，算我再抽吧。你借还是我借？心想事成。乘人之危。威风凛凛。凛。威风凛凛，应该凛。凛，各位，想。你给我买，我喜欢玩这个，你给我买。零有什么呀？淋漓尽致。致。你帮我找这个不是吧？欢迎苏公子。你还有一点了。致有什么？嘉豪，豪豪，致有什么？我就等一下你走一个。欢迎用户。志气风发。志气风发算吗？嗯。至死不渝。哪一个？至死不渝。渝。就在这吗？渝。感谢送小心心。愚公移山这个也行。愚公移山。鱼死网破。愚公移山。山。欢迎飞球哥回家。姗姗来迟。姗姗来迟。迟。痴人说梦话，迟不归，聪明，谢谢啊，赛天点亮。迟不归，池塘的水满了。归心似箭。箭吗？对。健健康康。康，我说健健康康。康有什么？康。一言万年康什么？康复中心。康庄大道，这是什么鬼？这不是吧？这不算吧？还有37秒了，哥哥们，看我有腿。这个不是那个叫什么丐帮的那个吗？康美药业。讲一次了，你们是有灵性。康什么？康。还有18秒了，哥哥们。这是武功招式吧？对，谢谢。也算啊，康庄大道算啊，康庄大道。七秒要死了。康庄大道算了，你俩谁赢谁输？我输了，哈哈。谢谢晨晨，谢谢晨晨哥哥，康师傅泡面，康师傅面，六兄弟。已经上不了了，谢谢好小星星，感谢好小星星。怎么惩罚？晨晨要罚什么吗？刚刚抽过一百。飞球哥要罚什么吗？干嘛？你们有没有小牌的？谢思文点亮。小姐姐一般都是不通宵的嘛。对呀。OK， 那我给你点个关注，以后我们可以常连。好，真的，谢谢，我也给你点关注。我也是通宵过的，辛苦辛苦。
要有罚吗？怎么罚？唱歌吧，我们唱歌吧。我不是唱歌主播，我是尬聊主播。没事，随便唱一段好了。卡布奇诺会唱吗？行，我给你唱两句。我找一找那个歌。卡布奇诺。欢迎新建的新诺。我找一找那个歌。卡布奇诺。欢迎新建的新诺。你唱歌好听吗？应该是好听的吧。我唱歌老跑调。我看你装备齐全，我是啥也没有。啥意思？就是我没有话筒，也没有声卡。哦，你唱两句啊。人声好听。咖啡馆的那个座位，我在这里盼望着水鬼。卡布奇诺的香杯，我无路可退，好想展翅带你飞，看星空夜色有多美。命运总是在轮回，有梦就要去追。好，后面我就不唱了。就清唱。那小姐，我们就先唱了。好的，然后常联络。OK， 拜拜。采姑娘的小蘑菇吗？谢谢关注。采姑娘的小蘑菇，采蘑菇的小姑娘。有这首歌吗？这是儿歌。我的妈呀，你竟然叫我唱儿歌。清晨光着小脚丫，周边的山崖，他在地蘑菇在地哆哆响的心不分。不会唱。谢谢晨晨，我们换一首吧，我们换一首，不唱儿歌。喜羊羊好了，喜羊羊，你觉得喜羊羊怎么样？或者是巴啦啦小魔仙？这个成熟一点。谢谢晨晨。巴啦啦，我们不看一下巴啦啦小魔仙有没有？是这个吗？